你哋有冇见过救护车出动去救人呢？喺而家，全香港大约有200多部救护车驻守喺港九新界各地，而平均每一日出动嘅约莫有900多次，所以我哋应该时都会见到救护车嘅。喺香港，大多数嘅救护车都系属于消防事务处嘅，而圣约翰救伤队亦有提供免费嘅救护车服务。咁究竟喺乜嘢情形之下，救护车先至会出动呢？ 不如我哋听下朱先生嘅解释。通常喺一啲紧急嘅情况之下咧，都需要救护车服务嘅。譬如有人喺意外中受伤啦，病人嘅病况危急，需要入医院啦。此外，运送病人转医院啦，协助老人或者行动不便嘅病人由屋企到医院作定期诊治啦，呢啲都系救护车嘅主要服务嚟嘅。 咁当我哋需要救护车嘅服务嘅时候，我哋应该要点样做呢？如果需要救护车服务呢，可以打999或者以下几个电话。不过要记住，999系同时适用于报告罪案、火警或者救护服务嘅，所以当电话拨通之后呢，一定要讲清楚事件嘅性质同埋需要。譬如报告罪案啦、火警啦或者救护服务咁样嘅。 系啊，救护车啊！请问失事个司机受伤啊？请问失事地点喺边度呢？大黄街999号嗰度嚟啊！大黄街九号紧急服务一一二号车。因为999系一种紧急嘅服务，所以如果一啲无关重要嘅事都用999嘅话呢，就会耽误其他比较紧急嘅报案事件啊！ 有啲市民当遇到紧急事故嘅时候，会因为太过紧张，所以报案时就会有以下嘅情况出现啦。喂，999啊，我太太喺屋企晕咗啊，你快啲搵人嚟屋企救佢啊！刚才嗰位市民喺报案嘅时候犯咗咩错误呢？冇错啦，佢冇讲出事发嘅地点。 所以，当你打999嘅时候，应该保持冷静，将事发嘅地点讲清楚，咁消防车、救护车同警车就会尽快咁赶到现场噶啦。香港好多地方都时时塞车嘅，咁对救护车嘅服务咪有好大影响咯？系啊，好彩一般嘅驾车人士都好合作嘅。当佢哋见到救护车、消防车或者警车响住警号嘅时候，都会让路嘅。 哦，咁都几好。不过如果事发地点系救护车唔能够去到嘅，咁又点算啊？如果事发嘅地点系一啲荒僻嘅地方或者离岛呢，运送病人嘅服务就要靠政府船只，好似水警轮啦，或者直升机嘅协助啦。系唔系皇家辅助空军嘅直升机啊？冇错啦。 皇家辅助空军或者皇家空军嘅其中一项任务呢，就系负责运送病人去医院，同埋拯救危急嘅伤患者脱离险境嘅。咁喺运送病人至医院途中，救护员会做啲咩嘢呢？喺病人至医院途中呢，救护员都会尽量咁稳定病人嘅病情嘅。咁喺救护车里边又有乜嘢急救嘅设备啊？救护车里边通常有一张流动嘅病床啦，仲有轮椅、毛毡同埋供应氧气嘅设备嘅。
當然啦，繃帶、藥棉呢啲咁嘅普通嘅急救用品都會齊備嘅。當病人被送到醫院之後，救護工作就會由急症室嘅醫護人員接管負責。而家就等我哋問一下喺急症室服務嘅丁姑娘有關急症室嘅嘢啦。咁香港嘅急症室服務咧就係主要由政府醫院提供嘅，而部分嘅資助醫院咧亦都設有急症室。嚟到急症室的病人就不是按照他们到达的先后程序而获得诊断的，是主要看他们的病情严重性而定的，越是严重的病人就会越早获得优先诊断的了。那医生都未见过病人，又怎样去判断病人的情况是不是需要即时救护呢？在急症室工作的护士通常都是医院里面最经验丰富的护士之一，对于分辨病情的轻重能力就非常之高。护士会利用专业的知识去判断病人的病情轻重，又会替每一个到急症室诊治的病人去量度和记录病人的健康指标，譬如是血压、脉搏和呼吸速度等等。一旦發覺有情況嚴重的病人到達了急症室，就會馬上要求當值的醫生停止正在執行的工作，趕快進行搶救。陳國成先生是嗎？是啊。你怎麼受傷的？我呢被機器撞親了，也很痛了。撞親哪裡啊？這裡啊。撞親這裡啊？啊，這樣啊，啲我上床檢查一下啦，嚇，姑娘幫幫佢啊！醫生喺急症室裏邊咧，就先將病人嘅病情穩定，同埋給予適當嘅緊急治療，然後進行診斷病人可唔可以翻屋企休息啦，亦或係轉送去觀察病房或者係有關專科病房，接受醫生同埋護士嘅繼續護理。放鬆啲嚇，睇睇先。哇喂！痛啊！好痛得，放松啲吓。呢度好痛啊！系啊系啊。嗱，帮你喐下吓，嗱，放松啲啊。哎呀，哇，好痛啊！好痛啊！咁样啊，可能断咗啲骨啊吓，不如我哋照照 X 光先啦吓。嗱，陈国成啊，根据 X 光咧。你外面嗰條骨咧有些少裂咗啦，啊，咁你咧而家咧就需要咧入醫院打石膏，啊，咁我叫姑娘幫你去辦手續入醫院啦。急症室除咗要應付好多嚴重同埋急病嘅事件之外咧，仲有好多瑣碎嘅事情都要佢處理嘅，例如有啲喺夜晚有異物入咗眼啦。耳啦，或者系鼻啦，甚至系啃到鱼骨，而门诊部咧已经休息啦，又揾唔到私家医生嘅时候咧，就会去急症室度求医噶啦。啃鱼骨啊！啃鱼骨，有冇带身份证啊？佢地址喺边度？沙田中心15楼呢层。电话咧？另外爭執打鬥的刑事案件出了事咧，亦都係經急症室去處理的，所以急症室處理的嘢係非常繁忙同埋好重要的，尤其是在假日同埋節日裏邊咧，嚟到急症室診治的人咧就特別多的，如果係唔適當咁樣利用急症室咧，就唔單止會浪費咗我哋護理人員嘅時間啦，仲會係耽誤咗真正需要求診嘅人添㗎。病人失血過多，要即刻輸血。咁我準咩血啦？好多時病人係需要補充血液先至可以救回生命嘅。咁啲血液喺邊度嚟嘅咧？不如我哋聽下紅十字會嘅代表馬先生嘅介紹。喺香港提供輸血服務嘅主要係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輸血服務中心嘅血液來源主要係透過捐血站、捐血巴士同埋流動捐血隊向志願捐血嘅市民徵集翻嚟嘅。
收集翻嚟嘅血液，经过详细化验之后咧，输血服务中心就会根据医院嘅需要，将血液分派到各类型嘅医院俾病人嚟应用。除此之外咧，输血服务中心亦有提供24小时嘅紧急服务，应付医院一切紧急嘅需要。红十字会的始创原本是为了救助战场上的伤兵，但是现今所提供的服务已经是非常之广泛了。除了提供重要的输血服务之外，并且有赈灾及福利的工作，这些都是救急扶危的服务。事实上，红十字会亦都开办很多急救的训练课程，给予会员同埋外界的人士。好似红十字会的青少年团的团员，当他们完成了课程之后，就可以协助学校或者一些团体在各种活动上担当急救的工作。而成人会员亦都会在一些公众活动之中提供急救的服务的。除了红十字会之外，圣约翰救伤会及救伤队亦都扮演非常吃重的角色，他们自愿提供急救和家庭护理等的服务。圣约翰救伤会负责教导市民急救方法、家庭护理、卫生和其他有关项目，而圣约翰救伤队则负责组织训练年轻人和成人，使到他们能够单独或者以小组形式在公共场所、工作地方或者特别场合执行自愿性的急救、家庭护理及有关工作，达到帮助别人、造福社会的目的。救伤队属下有多辆救护车，分别驻守在三个救护站，随时应港九及新界居民所发出的紧急召唤而出动的。此外，如果在赛马日、运动会、长途步行或者其他有大批市民参加的活动，他们亦都会到场驻守为市民服务的。除了红十字会和圣约翰机构为市民提供急救服务之外，比较为人所熟悉的就是医疗辅助队了。医疗辅助队成立的目的是支援医务卫生署的应急服务和辅助消防署的救护车服务。辅助队的队员在假期会在郊野公园提供救护和急救服务，在公众海滩协助负责请溺的人员，以及在大型节目和庆典的时候在急救站当值。辅助队本身亦有数部救护车协助运送病人到医院的。而很多的时候，队员亦都会被派到医院和诊疗所当值，以学习医护人员的工作。此外，他们亦都会举办急救训练课程的。人难免有急病和各种意外，如果越早获得治疗，痊愈机会就会越高。而我刚才所介绍的种种组织、医护人员和设备，他们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健康。而负责急救的医护人员，他们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你们有没有兴趣参加医疗服务？